好了没？好了。啊，我叫岳林。这个戴黑框眼镜的是康阳。这个为了耍帅一直都不愿意戴眼镜的是胡冲。是我们三个毕业的日子。这大学的四年呢，要是没有他们俩，我肯定过得挺没劲的。我觉得他们俩肯定也一样。我就怕毕业以后我就见不到他们了。你怎么更劲儿呢？康阳，你应该有很多感慨吧？谈感慨都是书吧。哎，我在想，要是大学能够重上，我一次课都不翘，作业自己做，门门满绩点，年年拿一等，最后再拿个主奖。什么数学建模微积分，什么欧莱雅创业大赛什么的，不得拿个一等奖。SRTP 呢，做到10个，论文嘛，发他个七八篇。最后，再保研去哈佛吧。这样我就圆满了。做梦吧你。哎，其实咱们这堆人啊，相遇是最不容易的，尤其是咱俩的相遇最起码。钱掉了呀，还是迷路了？你有没有同情心呢？没看到刚才被车撞了？哎，这什么？我帮你捡。哎，这是刚才哪个女生掉的吧？你就这么肯定是女生掉的呀？实话告诉你，这首词的原作者是唐朝的一个秀才，秀才你懂吧？是男的，切！可刚才撞我的是个女生，而且是个美女。美女撞你？我看是美女的车撞了你吧。那又怎样？缘分，你懂不？哟，桃花满天飞呀！我咋没遇到这好事呢？你这个没拍下来？哎，让我瞅瞅，刚才好按下快门。照了个破车轮，好歹你也拍下了作案工具。我看嘛，这个真相只有一个，你就慢慢找吧。啊，走了。哎，同学，等会儿。既然你知道那首词，就跟我一块儿找找吧，怎么样？对了，我叫胡冲，你呢？哦，你就是胡冲啊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哎，今天新生刚分寝室了，咱俩呀，一个房间的。哦，这样啊，太巧了。这会儿真能帮你找到书签的主人了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讲讲那首词的故事吧。哎，正所谓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你吧，一个理科生，也不能怪你没文化是不？算了，给你讲讲吧。好，这首词啊是稍微经过改编的，原词是这样的。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也一盼着他人守。是唐朝的一个秀才。这就是我跟胡冲的相遇，伴随着虚幻的关于美女的幻想。奇怪的是，古往今来，为什么看上去甚至有点木讷的家伙，总是颇有女人缘？不过我倒不建议看生活像戏剧一样展现，在现实中，我始终乐于做一个旁观者。
哇，咱这一寝室居然住着文理混班四个不同班人啊。哎，咱成小竹院了。嗯。哎，李晨，哎，新人了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叫胡冲，五月胡冲景冲。啊，你呢？我叫李晨，工科班的。来。啊，对了，咱们寝室还有一个叫肖毅的，就住这儿，是八年医学班的。哦，哎，那他去哪儿了？刚才还在这，这会儿可能有事出去了吧。哎，哎，挺有意思。林哥，哎，回来了。刚才学翻班课的啊，同学们交流。新室友。哎，你是胡冲吧？嗯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八多年班的肖毅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咱们可以吃饭吧？行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哎。来，今天我请客，算是庆祝大家都考上竹院，以后就是一个屋檐下兄弟了啊！来碰一个。哎，胡冲，我看你挺喜欢摄影的嘛，以后我们要是搞个活动什么的，摄像就找你了。没问题啊，哎，看你还挺为班级着想的。那没办法，谁让咱今天当演班长呢？哇，挺强啊！强啊！哎，小易，学艺不错，今后哥们儿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就全都靠你了。正好可以让他练练手。哦，那算了。哎，唐阳，男生学文科挺少见的，国宝啊。嗯，我这人不喜欢束缚，比较随性。那你呢，胡冲，为什么要学理啊？当初喜欢摄影，然后就学理了呗，还能研究个光影原理什么的，这样一路读下来，到现在就进了理科班，也说不上什么特别原因吧。哎，告诉你们，今天竹院课上，哥们儿我开了眼了，一进门看到一个看漫画的，还是美女图。嗨，那不是无聊看着好玩吗？哎，对了，听说混合班可是竹院王牌啊，什么打算？谈不上什么打算，这才大一，可能想出国吧。那咱干一个。干。干。在四个人里，我似乎是最不具有确定性的那一个。很多人早早地定了方向，看似目标明确，其实可能反而是一种近视。所以我甚至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姿态，看看他们究竟会不会动摇，够不够坚定。月林，等等等等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室友胡冲，理科班的。你好，这月林，金融班的，和我同班一起上的国课。他其实听说过，情况不错，不如然后带带你吧。也行，上来吧。你要不用干嘛上呢？没事，中午时间，你走过去就没办法。人怎么又载人了啊？
哎，康阳，巧了，我觉得月玲有点像撞我那女生。哎，跟你说话呢。你以为呢？今天特地给你俩制造机会是为什么？哦，人家上课时就说了，特别喜欢柳树。嗯，而且他不会骑车，经常撞人，估计八九不离十了。哎，咱寝室那俩人呢？萧逸啊，不是在自习就是在活动。凌晨嘛，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去图书馆的路上。大一在无目的的忙碌和从众性的适应中度过，对我来说确实很少变化。至于胡冲，桃花运依旧绚烂，这小子这样主流而又内敛的浙大男孩总是比较抢手的，就像上届女生的经典评价，关键是他不猥琐啊。握手，太阳身上站着，来，咋了？我是武艺雪了，漂亮，哈哈哈哈，还不给我杀死太阳，不要冲那么快，你别在我后面，来吧，快点，不成？好的，握头 yes。 哎，你们这几打几啊？一打，你打他俩啊？啊，我打他俩。你挺牛逼啊！太阳，你拿狙，不要用。你能打过他俩吗？还行吧，看情况。打他，我看好了，看好了。你看我，你看。哎，这个数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对呢？那咋不多买点吗？一共就100啊。那你现在不没满吗？可是我现在已经离开老家了呀。呀，哎呦，他蹲点儿。漂亮。那，哎，咋不买呢？咋不买呢？你给我钱。你没钱吗？哎呀，我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这不是你学霸玩的东西啊。老死！你们现在水平见长啊？那是，毕竟2-1呢。赶紧啊！哎，凌晨，要不一块玩吧？咱2-2。哦，没事，我看看就行。下学期我有一个交流活动要参加，去哥伦比亚，然后这床就空了。牛逼啊，这么早。哎，人家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我呢，早起的虫儿被鸟吃了。其实也不能这么说，你们又不打算出国，好好享受呗。羡慕你啊，凌晨。嗨，这个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你这么早就有明确目标，当然是好事啦。嗯，我觉得是个人兴趣不一样吧。我平常喜欢学这些东西，就像你们喜欢打游戏、打篮球一个道理。行，你到时候早点回来，我看好你。行。Thank you.
了解他张扬的骄傲和隐忍的失落。前者来自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而又单一的评价标准，后者来自我们现实中新鲜变化而又多元的生活状态。我们总是习惯将这群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，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平等地接受他们，而是不能平等地接受自己。哎，我说明天都悠着点，时刻关注检查团动向，最好那宣传单都随身带。我靠，那来得及看吗？这不也说明咱有集体意识吗？哎呀，又灭了。怎么迎接教学评估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找全校的学生，自习就得在人最多的教学楼，大家直接坐地，一个教室最少也得坐600人，什么东区啊、西区啊、一图啊，能站满的全给他占满了。楼梯边有人背单词，吊灯上有人看加一。是，周围的学生不是7点半进楼，就是昨晚没走。你要是7:50来啊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你说这样的学校，评优给了多少分？我看怎么也得95。95啊？那是碰上火星考察团，150起，5天多，还不打折。你得研究研究咱评审团的心理，愿意看20000学生被折腾的死去活来检查团，根本不在乎再多看10000人。这就叫不求最好，但听领导。这怎么了？什么词儿啊？好，让不让人睡了？现在声太大，睡吧。刚刚答辩时表现不错嘛，看来这两年口才小有进步啊。那是，整天给你嘴贫的，能不被锻炼出来吗？对了 ，SRTP 也完了，我跟叶苏提过书签的事儿吗？你怎么整天惦记这事儿啊？是啊，那我不看你形影相吊，成兄结弟吗？又不是书签谁的，我就委身于谁吧。再说了，我愿意，人家还不愿意呢。不要轻易下结论。我还没问过叶苏呢，他帮我捡的东西，估计是他的吧。说到月莹，我好像听说最近跟她男朋友分手了。嗯？哎，说曹操曹就到哎。嗨，月莹。嗨。正好，让胡冲带你吧，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带下怎么了？真有事儿。你给我加后座去啊。我靠，牛逼了！林晨进普林斯顿了。哇靠，太帅了，林晨这么强呢？你没看巴巴上怎么拜的仰慕的歪歪的，还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。靠，我靠，小普，停，你呀太牛了，这么大的好事还这么低调，请客啊。林晨，你可把咱浙大历史给刷新了啊。出国的人不在少数，对有些人来说，他们追求到了理想的结果，这是坚持的胜利。对另一些人来说，答案来了才开始犹豫，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这又是坚持的悲哀。所以我还在等待，在这个除了改变，什么都在改变的年代，我始终在等待我的不动点。哎，定了去哪没？估计要从 UCLA 了，你呢？我啊，香港吧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，很自由，也不隔断和东方文化的联系。香港好地方啊。是啊，当初是被我老妈逼着给考托考的记，后来申请时才发现还是蛮有意义的。世界其实很大，有很多新鲜的事儿，我呀
都想去尝试尝试。我总觉得吧，人这一辈子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过程。我就喜欢那些有很多经历、很多想法的人。是啊，挺羡慕你的。其实你教会我很多啊。哦。又理性是吧？又懂得为别人着想。理性这词，是包是贬啊？包啊，人是需要平衡的，总不能老像我这样疯疯癫癫的吧？哪有啊？对了，最近好像很少见你去找耶稣嘛。他整天待实验室，挺忙的。咱寝室萧逸不也是8年班人，挺不容易的。对了，还有书签吧，还了没？书签啊，没有。他说不是他的，而且书签是不是他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这怪了，难不成是我的？胡冲哥哥，靠！这事儿你纠结我4年了。嘿，可你一个也没把握住啊。你不说人生是个过程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你们都是我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说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。来，谢谢啊。我从来没有设想过，这些高频率的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，就这样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是不是那些最初认识的人总是与我们有着更特别的关系呢？月林是我最早认识的女生，很难说她究竟属于哪种类型，非典型的淑女和非典型的另类，非典型的柔弱和非典型的强势。这样目标明确的选择和这样自信的情感似乎并不多见，说不上来是不是有点失落。不过我确实希望她们能够有个完美的结局。同学，你知道哪里有通宵自习室吗？不知道啊。我知道有一个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嗯，不用不用不用。真不去了吗？哎。月林，嗯，在这儿被哄跑呢。嗯。哇，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出国，早点吧。红宝嘛，这个觉悟高啊。那相当高啊。嗯，其实我男朋友要出国嘛，所以
哦，那挺好的，俩人一起努力。嗯，他也浙大的吗？不是，他在上海。哦，异地呀、啊。嗯。哎，那你听说过张台柳的故事吗？张台柳？嗯。名字还挺好听的，讲什么？也是讲一对异地恋人的。嗯，当时战乱嘛，然后夫妻被分隔两地，丈夫很思念家乡的妻子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以前一样，或者已经嫁为人妇了。你理科生还挺文艺的嘛。还好啊，嗯，那你去背吧，我去吃饭了。好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景色很好，所以说给你拍了一张。哎，你看效果怎么样？嗯，挺不错的。原来你喜欢摄影啊，都随身带着照相机。嗯，一点点爱好而已。其实你们上次八的年班班聚的时候，小乙还拉我过去给你们照几张。哎，当时好像没有见你啊。啊，那次啊，有点事情，所以没过去。哎，说起来，刚进校开班会的那天，我也见过一个摄影爱好者。他被自行车撞的人仰马翻的，东西掉了一地，但手里还是紧紧地抱着那台照相机，样子可好笑了。我帮他找东西耽误了一会儿，班会也迟到了。那你还记得他样子吗？啊，那怎么能记得呢？也就一面之缘。嗯，小雨他们还没有过来，我们坐那儿歇会儿吧。好啊。其实我挺喜欢拍敏川白大褂的样子，一定跟普通学生不一样。可能吧，不过以后能不能继续学医做医生也说不定呢。哦，你想转专业吗？嗯，最近有消息说医学生毕业之后还要再做两三年住院医师，工作挺辛苦的，收入也不高，班上人都很不满。男生们都说这下三十而不能立了，女生们呢都在感叹大好青春要葬送在医学事业里。还有人提到医院的黑幕啊，紧张的医患关系，所以感觉上学医也不一定是个好选择。嗯，那你当时怎么选择学医了呢？那个时候也就觉得医生这个职业不错吧。嗯，身边人都说医生嘛，技术含量高，收入稳定，受人尊敬。再说了，救死扶伤也很崇高，很有成就感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专业。
其实吧，我们现在学的都是基础知识，各专业都差不多，等我们了解多了，自然就知道喜欢什么了。耶稣，温婉、文静、单纯、漂亮，很像白衣天使，却充满疑问。他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，让我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一些问题，关于专业，关于未来。只是我觉得未来太远了。小野，50块班费跟3块团费给你放这儿了啊！3块钱没钱找，你就拿去吧。那3块钱以后再说。行。把我们拉一起挺好。啊？妈，不是。那你啊？哎，你说我干？走了。混蛋！小肥子真不是东西，吸咱们垃圾桶不说，还偷吃我面。谢谢。小易，进来了。那个，这找不开，那3块钱你到家给我。好的。哎，拿走了啊！再见。啊！靠！靠！小易。我今天听说你们培养计划，好像你们班人意见挺大的。意见挺大的？毕竟培养就是这样的，艰辛点的经历是必然的。现在的人吧，就是太急躁、太功利了，想要一步登天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？说到月莹，我好像听说最近跟她男朋友分手了。嗯？哎，说曹操曹就到哎。嗨，月莹。嗨。正好，让胡聪带你吧，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带一下怎么了？真有事儿。你给我加后座去啊。去哪儿？上来吧。不用，随便走走。心情不好可以说说的。其实我都知道的，你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，听听我作为男生的看法。男生跟男生又不一样。总比你像点吧。哎，没什么，听说你要出国了。嗯，是啊，学物理的嘛。按理说学金融的也应该出去，不过确实不是做研究的料。啊，你不想出国了？嗯，我实习时候发现国内的金融还是比较注重做市场做管理的。我想先工作2年再出去读应该更有收获吧。那你男朋友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何必要成为彼此的负担呢？顺其自然吧。这个怎么说呢，你相信命运吗？嗯，算相信吧。两个人事情嘛，不是仅靠缘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。两个人如果都不努力，听凭命运的安排，将来在一起的概率不是很小吗？我知道这需要某一个人的付出，可是为什么总是我在跟随他的步调呢？别人搞活动的时候我在背单词，别人考完试了是重复，我得考虑是不是保证不重修。这我理解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跟他说过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啊。我觉得自己在纠结矛盾，可是却很难跟他开口说。你都没有告诉他，他怎么知道呢？
而且他也怕失去你，两个人在一起需要共同的努力。你们要给彼此信心。歌都不唱呀、啊！哎，同学们，今天可是吴东生日啊！大家说要不要来个蛋糕啊？生活平静如水，我习惯沿着固定的轨道前行，这给我方向上的安全感。我也在细心观察着周围的变化，这给我生活上的新鲜感。就像镜头里的建筑物和植物，恒定、平静、重复。但是在每个时刻、每个角度，似乎充满着微妙的变化。在这儿啊，很不错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怎么来这儿啊？啊，我刚找同学玩去。哦，哎，你不是去学习吗？忙里偷闲啊。哎，要不一块儿去喝点东西？啊。来，兄弟们，我先走了。哦哎，对了，你实习咋样？嗯，射箭的感觉还真挺不一样的。哦，那说来听听。嗯，做医生的确挺辛苦的，尤其像我们还有修这么多课，
不过也的确很有意义。哇，这说也太抽象了，听不懂。那具体一点吧。嗯，其实你只要看患者的表情就可以了，看到他们不疼了，慢慢变好了，我们就会特别欣慰，特别高兴。哎，你这挺适合做医生的，当时没选错专业啊。其实我们以前考虑的因素太多了，什么社会地位啊，工资待遇啊，累不累啊什么的。说到底，做医生最根本不就是要帮助别人吗？很简单也很纯粹啊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决定要做一个好医生了。嗯，看你现在表情跟以前都不一样了，果然下定决心了。别光说我了，那你呢？嗯，我嘛，就像你说的，实践出真知啊。最近听了听讲座，做做实验，发现物理确实是很基础学科，需要精心研究。而且我不知道我这种性格适不适合做物理。好像听说很多人出国读了个 master， 然后就转其他的金融啊，转经济之类的。这个我也不太懂，不过我感觉应该不是你的选择问题，而是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。说的大一点嘛，任何发展都要建立在基础学科之上。说的小一点，只有在你喜欢领域才能有所建树啊。嗯，谢谢。谢我什么？我也只不过是说说我的看法。有人支持我的想法，也总比一个人纠结好吧。而且我谢你的也不止这一件。我就是那个被车撞了，而且还抱着相机的男生，就是那个可好笑的男生。原来是你啊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书签还你。书签？嗯，这个江南柳应该是你的书签吧。这个不是我的书签啊。那可能当时其他人掉的。江南柳意境确实挺美的。哎，对了，我8月份要去北京当志愿者。哦，是吗？嗯，要是能见到姚明，替我庆祝你吧。没问题啊。哎，看来你也挺喜欢篮球的。还不是我们班男生影响的。哼，赞。看来80年班篮球果然声名远扬啊。女生也不是和体育运动无缘的。哦，我网球就打得很好啊。哦，那有空一块去打。好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去。吴冲，哎，叶苏，最近怎么没见戴月玲啊？月玲啊，我跟她没什么的，你想多了。我就随便问问而已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而且我都要出国的人了，即使对谁有感觉也……哎，说起来，你出国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哦，基本定了，就像你说的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，这样将来才有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嘛。哎，你看你们多好，我们还要在这儿待上4年呢。也不错啊，我就舍不得离开浙大的。但是我们班到现在还没有个完整的培养计划，问题多的是，而且很多行内人都说4年一个博士太水了，弄不好我们就会成一批失败的试验品。难道你又动摇了？哎，不过其实现在我知道了，含金量高包还得看自己的努力。嗯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敬佩你呗。听上去咱们俩跟工作狂似的。哪有啊，没看我还在摄影呢，而且我还准备做一个毕业纪念册，来做我模特吧。嗯，我怕我不自然啊。哎呀，放心好了，相信我。那好吧。我不知不觉地发现他犹豫的问题也成了我的问题，他坚定的答案也成了我的答案。他告诉我，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才能有所建树。这个道理我听过很多遍，可是似乎他说出来才更有力度。钱钟书说，其实人最需要得到的认可来自你最在乎的人。在乎这个词我似乎还负担不起，我不知道他的态度，也不敢轻易询问。更大的问题在于，
我是要出国的人。5年。干嘛去啊？面试，昨天刚接到通知。啊，不错呀，加油啊！谢谢。你这都背了3年红宝了，放弃出国可惜了吧？那咱英语水平提高了，以后就别用不认识的词来糊我。看来为了和我有共同语言，下了不少功夫嘛。那是，聊得好过瘾，你要来投奔你们。拜拜。不多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不说什么了，他有他自己的生活。耶稣也很不错啊。你我都是要出国的人了，将来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？看江南柳。病了，再说也要开学了，我们军训在开学前，你考上了我也放心了。那好吧，放假再来看你，给你打电话。嗯，抓脏话哦。那是小笨蛋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再打电话啊。是个早熟的小孩吧，否则我为什么这么早就找了棵树把自己拴起来，而放弃了未来的森林呢？可我就是偏爱这样单纯不世俗的感觉和病态的有张力的思念。我相信我撞上的这棵树是最好的，因为它是我最舒服的选择，因为它陪伴我成长，教会我爱，因为它是我的。
数学分析太崩溃了，还想文科班要学微积分不就行了？你抄完没啊？得抄多久啊？完事了，最后一道。不好意思，叫答案两页。小叶子，你的作业写完没？我马上了，十分钟内给你。哎，小叶子，我说你怎么就这么贤良淑德呢？把我们胡冲哥的介绍给你吧，一张竞赛脸，可帅了，准配。讨厌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呢？那我怎么对待你这种无理的话呢？我觉得我说的话可都有理哦。无理数加有理数等于实数。所以嘛，我说的话可都是实话哦。哎呀，完了，今天睡晚，明天上课又要犯困。哎。人生最痛苦的事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下课了，但人没醒。唉，是人醒了，但还没下课呢。是上课了，但睡不着。唉，你们做医护的就是好呀，不用像我们天天风吹日晒，人为刀俎的。你不错了，回来还有特殊护理呢。痛苦啊，我的脚也疼。哎，一会儿你们记得把这小瓶的藿香正气水给带上，千万别中暑了啊。嗯。啊，我是二排长的小眼睛。你个花痴。嗯，我以后可是要去参军的。你能受得了那苦吗？你听他说，天天接R1到美国参军啊你。嗯，我可不去伊拉克。其实金融班不是我的选择，最崇尚虚幻的我在最注重权衡的环境里纠结，直到有一天班主任受不了我的牢骚了，他说，当时最终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是的话，你有什么理由抱怨？你永远记着，谁选择谁负责。是春天来了呗，冰河解冻，彩蝶飞舞，狗熊撒花。哎，好久没去上课，也不知道老罗还认不认识喜欢。哎呀，我天天上课也没见他认识我。要想他认识你，天天上课不是你也知道。不过现在出国那些人都没几个人去上课了，昨天就两个人。老罗照样讲课。那他是个好老师啊。要不你跟我一块去上个课啊？他一定说这么久没见了，长这么大了。哎，有个电话，等一下。喂，玩呢。嗯，和我们寝室的人在植物园里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上心啊？我哪瞎胡闹了？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来干什么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。没，就出国那点事儿。摸摸，哎，你出国搞研究比较合适吧？你说他眼睛看你长得学术不？长得像老罗不？那裴总对长相没要求吧？那倒没，不过像你这样的倒是去当陪读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很多人报名去香港交流，你打算怎么样啊？我也想去啊，不过陈信好像不太赞成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怕他可能替代上有问题，而且还耽误这样一考试。这应该不是问题啊。我也觉得呀，而且对电信还有什么帮助呢？这个他应该知道啊。他
他可能还是怕耽误了我数学方面重修吧。嗯，我跳完了，走吧。你还在犹豫？你知道，对我们专业来说，出国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可你们不是数理金融班吗？你们班的人不都这样吗？往大点说，整个学校不都是这个趋势吗？出国可是最好的选择。再说，这个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可是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吧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分头行动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放弃了好多好的机会，而且我也不想天天往自习室跑。那你就天天窝在寝室里。你不就觉得我没努力在找借口吗？没有，你就是这么长时间你都只考虑你自己，从来没想过我。我就是考虑我们考虑的太多了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啊。我读的是博士，五年有多长你知道吗？我可是个普通人。既然你都不愿意等待结果的话，那我们就退回原点吧。你不知道这话不能乱说吗？好了，先这样吧，我们冷静一下。真是荒谬，为什么我们承受了几年异地的失落，却反而不能忍受未来的距离？人越成长反而越害怕失去了吗？还是在异地的幌子下，我们都习惯了甚至在争取彼此互不需要的自由？只是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没能守住诺言，执着于自己的方向，却逃离了他的梦想。有很多变化和情绪都没跟你说，所以对你来说太突然了。其实我一直挺担心的。我们从大学一开始就不在一起了，四年本科加上五年的博士，九年啊，简直是神话传说了。我很担心。我知道压力很大，也知道这应该需要某个人的牺牲，可是我确实不太适合。你看，我不喜欢经济研究，这个专业拿不到奖学金，那我出去的似乎就在于镀金和陪读了。我知道 你不适合，我喜欢你有想法，也希望你有你自己的世界。再说，说明过两年我会找你啊，我可以去读个金融或会计的硕士，那工作经验不是很重要吗？有道理。再说了，你看现在你在上海，我在杭州，不也是两地很难见面吗？距离远一点其实差别也不大。再说我们在一起都四年了，谁还能取代你呢？这话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当时给你书里面加了一个书签。书签上面写了一首词，那时候傻乎乎的就改了一下，开头是江南柳。哦，我说跟我说过这首词。他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小心眼了吧，人家听说我们是异地，一番好意呀。开玩笑呢，胡冲可是个大好音。咱先变成邻居吧。好啊。
能站的四个方向都站了，这么巧。不过还不管结果，反正越到末日越早的事儿。哎，那你工作签了吗？没呢，回消息。一会儿要继续玩吧。好的。嗨，我来了。哎呀，我的衣服可是终于洗完了，累死我了。咦，怎么没看耶稣啊？我狐虫拍到去喽。哦，这看啥呢？找工作啊。哎，真可怜啊这娃。你说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，为啥要咱有工作经验啊？就是的。不过呀，人家有的是背景，咱们有的就只剩下背影喽。可是现在金融危机，有工作经验的人应该很多啊。那倒是。不过咱也不至于，咱多高端呀，咱住院的，你没听说吗？院长都说了，都包他身上。哇塞，今年的那个政治考题好像泄题了。哎，真的假的呀？也不知道重考不？有答案没？我看一下。没有。哎，没答案光有题目也没什么用啊。再说了，人家考得不好的想要重考，你干嘛凑热闹呀？就是你还是好好准备你的面试吧。不过一说起面试啊，我又觉得胃疼。胃在这儿呢，姐姐。真的呀？嗯。不过说起面试啊，我那天还真遇到了一个牛人。嗯。这牛人哥哥说啊，他给一个公司建立过网络平台，还安装了风险控制系统，把我们都给唬着了。嗯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个网络平台啊，就是把两台电脑用网线这么一连就行了。那个风险控制系统可就更绝了，就安装了一个瑞星。太牛了，还挺有创意的。就是。那天我面试的时候嘛，他们说现在金融危机，然后西天取经的人要裁员，他提前给了一些身份限定，比如说唐僧是什么团队领袖啊，然后但是有俩哥们死活非要裁唐僧，主管脸都绿了。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？是啊，后来就果然没再见到他们了。哎，月玲，嗯，你现在怎么对书这么有兴趣啊？嗯，晨曦送我张书签，我到现在也没找到。再找找呗。啊，晨曦送给我的，还没见过就丢了，怪不得呢。那还给你吧。不用，留作纪念吧。这哪行啊，我都听刚刚说了，我还算一半没人呢。瞎说啥呢，小妮子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他顾虑很多，怎么说呢，胡冲，有时候这相遇很难得，错过了就很难挽回了。我们现在还谈不上什么承诺，不过我还是相信你的人品，你的坚定。你的沉默也算是一种负责吧。跟我说，你过多少年再回来？管他多少年，反正我要带我儿子来。我要带我的一个儿子和女儿来。那我呢？我带几个？也许你对曾经的选择动摇过，也许你因为选择付出了代价，也许你彻底的选择了不选择。然而一切已经告一段落，无论你走向哪个方向，对你而言仍旧是崭新的，都要负责的走下去，不是盲目和固执，而是认真和执着。别急着反悔，别急着抱怨，别急着放弃，别急着下结论。
别忘了，生命是过程，未来是未知，选择是承担，自己还年轻。最后还能一起面对面，我们不哭，在回家口的房间，承受了人所有伤痛，所有甜，没有眼泪并不代表爱很浅，而是懂得微笑着让彼此怀念。来了几分钟，慢慢凝视，再回到我们当初陌生的脸，除了傍晚受伤，最后甜点，一开口就只剩下再见。倒退向1994那个秋天，生命中的那个你刚刚出现，爱情慢慢被泪模糊焦点。我们都爱不到终点，我们不哭才能分开再缠绵，我们拥抱默默所有的抱歉，没有遗憾今天是最好的句点，以后还能一起面对面，我们不哭在回家哭的房间，承受的人所有伤痛少一点，没有眼泪并不代表爱很浅，而是懂得微笑着让彼此，我们不哭再分开再缠绵，我们拥抱我们所有的抱歉，没有遗憾今天是最好的句点，最后还能一起面对面，我们不哭家后的房间，承受的人所有伤痛少一点，没有眼泪并不代表爱很浅，而是懂得微笑着让彼此怀念。黑白演员登场，同志们，我们知道了，这不错啊！我凌晨进了普林斯顿了。知道今天出什么事儿吗？